现在不是睁眼睛吗？谢谢宝藏精，谢谢。一周播一次，要工作呀，大哥。是不是在湖北，在湖南？睡饱比较重要。等会儿想睡，等会儿就睡了。广州一直下雨吗？是吗？哎呀，张导来了，张大马导演，您来了，被双大佬宠翻天是吗？那个我跟甜甜那个剧，把眼睛睁开说话，我眼睛没睁开说话吗？平时不是这个宽度吗？我以前是这个宽度吗？难道？服了。嘴唇是原生态，又来了，是不是？又来了？不是，我整个头都是 AI 的。马总被抓了，对，对，这过了，这都过了，都度过了，度过。行不行？缺助理吗？缺。我下个月就要带助理了，因为不行，因为要古装嘛，连着。哎，不能再多透露了，不能再多透露了，到时候确定了之后再告诉你们。对，整个头都换过，真的，整个头都换过，相信我，我说的真是事实。换头数不知道，有大马老师已经跟我约了，可能会在七月份。找几个助理？我什么家庭？我找几个助理？找一个呗。套我话行不行？我说到时候再告诉你们，就到时候再告诉你们。好久没发什么了，我都好久没上过了。去不去音乐节？他问我了，飞扬问我了，飞扬姐。但是我唱歌不好听，我去音乐节干嘛？到时候上去假唱。没必要吧？粤语晚安点讲？我说完了呀，就是晚安。我那不是闹着玩的唱歌吗？那哼歌，这要上台的，那肯定不是这个水平啊。K-Rap 行，哎，到时候再说吧，不知道呢。陈奕迅开演唱会，系咯。百万阶调音，我请不起，请不起。音乐节应该不会有吧？肇庆端州区的，我是，我来当导游。其实我不是特别能导，但是我去香港的次数会多一点。谢谢 YY， 谢谢 VV。眼睛都花了，不是导游，我估计就导不了。但是你说那个，跟他们交流是可以，导是导不了了。我不是香港本地的，你说我给你介绍，我也不知道啊。我去我是去了，反正去香港去了挺多的，能游就行是吧？对对，能游。
倒是倒不了了，而且我特别没有方向感，我能把一组人都倒丢。围讲好啊，围讲，晒到扑街。肇庆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就山跟水嘛，七星岩啊，鼎湖山啊。手都点酸了，咋不谢我？谢谢莫言，但我不知道你点的我看不见，我这不会显示谁点赞谁点赞谁点赞，不会显示啊。每点一个赞我都要谢谢的话，我整场直播就不用说话了。谢谢这个，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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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谢谢点赞，我不用说话了，好不好？我一场直播一开播我就开始谢呗。一句不回你，我你刚才说什么了？你再说一遍。十三管理，行 ，OK。不过就是，因为我一般都会在大佬群里面找，因为会统一，比较统一一点，统一大家就是能够直接对接。他不睡觉吗？就你睡呗，我不让人不睡觉了。行，反正到时候可能明天开吧。Drinking coffee， 什么 drinking coffee？ 掉三杯咖啡，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掉三杯咖啡啊？拍戏会不会入戏太深，做类型的梦？不会，拍戏只会，那个比较紧张，就是不是那精神会有点紧绷，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就梦到，他说三二一开机了，会梦到男主过来，快过来，到你了，会梦到这些，这剧情一般是，好像没有梦到过。拍戏会喜欢女主吗？那你要是喜欢女主，她你不拍戏也喜欢。是不是瘦了？没瘦一样的。播完翻唔翻大佬度吹水？唔翻啦，等冲凉啦，冲凉瞓觉啦。上班会一阵，会的，因为我一般会，秋秋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我房间呢？秋秋呢？几点了？秋秋呢？真的服了，和语音有联系吗？肯定有啊，今天才跟他聊天呢。比我当客源变了好多，还好吧，其实没怎么变。能不能找个女朋友？我怎么能找到我？我这是在干嘛呢？我这是单着好玩是吗？其实哎呀，很难找，真的很难找，主要是没有时间。你说你一个月到处走到处飞，那对吧？天天异地，我感觉好像，我不是要求太高，我不是我要求太高，就是我这个年纪啊，就是我这个年纪要找女朋友的话，可能就会
真的要是很喜欢很喜欢，真的会要有一个人能让我100%那个很信任他，愿意那个把自己最柔软的心底最柔软的那个一面都暴露给他的那一个人，我可能才会谈。就我这个年纪，你说还谈个小女生，咱俩嘻嘻哈哈，嘻嘻哈哈，嗯，宝宝宝宝晚安，没有意思了。老大不小的，你说我现在很难找，就是你第一个又没有时间，第二个就是我这个年纪我要谈的话，我肯定是要那个人，我是100%我是很信任的那个。对啊，就是真的是要奔着结婚去的那种，就是肯定是要，最起码能不能过一辈子不好说啊，就是这对吧，生老病死的这种东西啊，不知道啊。 anyway， 反正我现在想法就是，如果要找一个女朋友真的要谈的话，肯定是要准备，要最起码思想上是准备要一辈子的那种，不然的话我谈的也没意义，你知道吗？谈的也没意义，你又没有时间跟人家谈恋爱，对吧？谈，那现在你又忙着搞事业，跟5000多的老婆过吧，行，也不是不可以，顺其自然吧，随缘吧。听口音是南方人吗？是啊，我是广东人。会找圈内人吗？不好说，这个真的不好说。哪里有口音奇怪？什么哪里有口音？上次去文和友多不多人？我上次去的时候人好像不多，辞职就没变成，那不废话吗？你辞职人家还给你留工位啊。珠海的？不是珠海的。老婆本攒够了吗？老婆本不够，真不够。五险一金自己交吗？哪有五险一金啊，这不就交个医保呗，社保呗。准备，对，点蚊香准备。拿了火机准备点蚊香。有什么秘诀吗？我没有秘诀，我瘦是没有秘诀的。好喜欢我演的《粉计划》，谢谢谢谢。但是那个戏好像没跑出来。后面洗脸盆，我以为是骨。这是一块镜子吧？应该这块镜子应该是没有什么意义吧？谁家镜子下面放个锅呀？炒菜的时候可以照镜子炒呗，就颠勺的时候能够照镜子呗，这什么逻辑啊？洗脸盆以为是个锅，怎么想的？那个镜子是抽油烟机啊？你这么理解也行，也不是不可以，可以。我120。天勺的时候能自己看着自己，哇，我天真帅，我去，是这样吗？1.58米，我说我体重1.58米，我体重120，我说我对脸油了还能抹点下去。有兴趣，只拍完了，只是还没上嘛。那个土匪皇后不也拍完了吗？不还没上吗？就是
一百太瘦了是吧？对，是的。不过我是怎么说呢？就是我的那个身体会，我只要不健身，我就不需要控制饮食，我就可以保持这个身材，我就可以有轮廓线，我就可以，最起码这腰也不会粗，就拍古装就可能会比较好看一点。但如果我要健身的话呢，我就要每天吃水煮菜啊，每天吃沙拉呀，不然的话，我的轮廓线就很容易没有。所以，这怎么说呢？我觉得目前我有这个，怎么说有这个资本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享受一下美食。等真的需要有健身。需要去维持的时候，我也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我健身的话，我只要那个，不控制饮食的话，就轮廓线就会没有这么清晰，只能这么说。身体有点虚，是我哪儿都不好，肝也不好，肾也不好，心脏也不好。胖点儿女生，还瘦点儿的女生，你说胖点儿、瘦点儿的标准是什么呀？对，心脏不好，肾不好，肝不好，哪哪都不好，反正身体不好是我的保护色，这人贩子不会拐我。虚，特别虚，虚的不行了都。其实也没有，其实也没有说谢谢猫猫。其实也我也没有说一定要看一个女孩什么什么样，胖点瘦点儿，好像没有。喝中药调理还不调理了，调啥啊？没救了，摆烂，主打一个摆烂。不健身吧，我这是我。腹肌是天生的，对啊，30块呢，天生的。人贩子就喜欢我打了就跑，人贩子为什么要打我呀？没懂，人贩子打我干嘛？不拐我，他打我，不健康打我，不健康你不拐吧，你打我一次干嘛？你他有病吧？看不爽，不爽我的人多了，看你打我，我讹死他！谢谢，谢谢，谢谢。想不想回家？感觉不是很恋家，我可恋家了。我回家，我基本上都挺宅的。抽什么抽？点蚊香不行啊，不能点蚊香，有蚊子。住的地方好像挺好，反正不会太差吧，反正不会太差。这边的其实会相对来说条件会好一点，可能。如果去横店的话，可能就对环境会差一点，稍微。那么宅，怎么找女朋友啊？你满大街找女朋友啊？你找女朋友是这么找的呀？到街上找。怎么找啊？不得社交，那社交也是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啊，这到街上就能找啊。拍短剧呢，以为。
你来拼婚吧。拼婚是吧？谢谢四月，谢谢。我九五还是九八的？这么说吧，身份证九五的，资料写九八的，行吗？够诚实了吧？就说零零后，谁信呢？也没人信。和茵茵相处的怎么样？都很好啊。把圈拐回去，他很健康是吗？我又不是人贩子，拐人家干嘛？不排斥同行女演员吗？排斥那玩意儿干嘛呀？为什么排斥啊？自己干这一行还排斥人家，那太过分了吧？多冒昧呀！快三十了，对呀，二十九了。张张不是有妹妹吗？他没介绍给我，我还不认识。到时候参加综艺的时候，我再问问他，能不能当他妹夫？什么？我去养张张妹妹是吗？我结婚我就不工作了，我就让他去拍吧，我不拍了。他那么火，让他妹去找他要钱去。谢谢欣欣，谢谢。没成年吗？哦，不知道哎。你等他成年的吧。综艺张张山鸡站不去，他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不去不去呗。提刀，哎呀，从我。跟圈拍的第一个戏，他就说，那个粉丝们就说要提刀，哎，习惯了，天天提刀，没有太监帅，哼，你就找太监呗，我没人，你找我呀。还不说晚安，马上了，马上了。我不是太监，我不是，是也是这个假的。木木来了，木木吃完夜宵了。看狗的深情，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谢谢往事随风，受太监也毒，那什么呢？那有什么东西啊？胖一点更帅，你去胖吧，我就不胖了。江卓是我吗？是演过。落花哪里有免费的看？要不你自己去搜吧，自己去找吧。你在一个正主面前说怎么白嫖你的剧，合适吗？那多冒昧啊！你正版你不看，你问我哪里有翻版看？你问别人，别问我呗，好不好？
不合适吧？哎，贴脸开大这是。对不对？你说你看完一个盗版，你说啊，你演的还挺不错，但是我没有花钱，那你也可以不告诉我你不花钱。你说我看过你的剧，我是 OK， 我也能接受，对吧？谢谢憨憨，你看了个盗版的，你回来还要问我哪里能看你的盗版？哎，那个就是，人家电影不有首映吗？对不对？你那问他去。对，那电影院首映，你进人家，对吧？演员都在台上，你就问，哎，那个老师，你们这个电影的盗版在哪儿看呢？你去那地方问去。我觉得能火。四十看的落花，那我觉得是正版吧。我不生气，我跟谁生气？我肯定不生气，我有什么可生气的？真的，500万，真的，500万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个阳间的数字。没见过这么多零啊，不好意思，我格局小了，没见过这么多钱。剧本里面那500万，这掉了都不捡，在剧里面，500万掉地上都不带捡的。动不动几十个亿，动不动几千个亿，谢谢欣欣，谢谢。我都感觉我这演的不是阳间的剧，动不动几千亿，动不动几百亿，就我见过那么大面额的，就一张有这么大面额的那种，对，就是那种，我见过，别的真没见过了。欢乐豆都没见过这么多。下雨天我都不敢演那种戏，下雨天怕被雷劈。那什么玩意儿，那个什么怎么说来着？几十亿的项目也值得我去跟进。我都怕被雷劈，那个就你知道，虽然说不说那句话，劈的时候可能也会劈我，但这就是，你说那句词儿的话，概率会大很多。对对对，2亿的项目也值得我去跟进，就是我说那句词儿的时候，我真的怕被雷劈。谢谢心灵。怕啥？听导演的，听导演的，这词儿不是导演说，批也是批我，这不批他呀。能花钱那不是事儿是吗？对，是的，我赞成，我赞同，但是我没有。先别回来，我杀青你还不让我回家吗？我一个月也就那么几天休息时间，我是会为了能吃上爸妈的菜
我就得回家。雷很大，对，那先让他雷过一过，我等他这两天天气好了再回去。抖音也不多更新，因为没有物料，真的。爸爸做饭嘛，是我爸做饭挺好吃的。坐绿皮车也要回家，对，坐绿皮车也要回家，坐三蹦子我也得蹦回家。不婚主义，我没说我不婚，我没说我不婚，我期待，但是没遇上。喜欢吃什么菜？我喜欢吃火锅。我妈肯定漂亮，那是我妈哎，她怕漂不漂亮，我得说她漂亮啊。你会说你自己妈不漂亮吗？开派没有这样的人吧。那必须的呀。就在剧组里面找女朋友，那找来，人家不一定跟你谈啊。在家宅在干嘛呀？我现在在剧组酒店，不会在家。马上了，马上就下播了，再播15分钟吧，2点吧。谢谢小菊，谢谢。我妈会开来看我直播吗？她可能进来，我也不知道啊。她只要不说话的话，我也不知道。明天几点起？明天要录音，可能8、9点吧，也还好。最近熬习惯了。明天就是配个音，身高多少？1.58米呀。谢谢猫猫，谢谢。做咩唔讲粤语？因为好多听唔明咯。呢个问题好难谂得到咩？不累吗？不管你不能睡，你可以睡。谢谢小茹，谢谢。哦，我都没想到啊，你们晚上宅这么多人呢。平时可能，我觉得就是，好像7、8点的时候好像人最多的吧，那时候也有4、5千哈。我没想到今天晚上凌晨了，杀青还这么多人。谢谢榴莲，谢谢。没想到我这么晚直播是吗？我今天杀青嘛，感觉你第六感就感觉到我会播是吗？不要总熬夜，工作嘛，什么办法呀？马来西亚的来 say hi 了，谢谢。刚刚12点半，申浩南的南泽打错，他直播间1万人，对啊，他很火嘛。杀青什么时候播？杀青不是一个剧，杀青是杀青的意思，杀青是这个剧拍完的意思。
别拉踩，别拉踩啊！千万别拉踩啊！我那个。没有规律，有什么规律啊？演个男的九尾狐，一个澳大利亚舞台粤语，不太用了。有专门说粤语的呀。打错车谢笑吗？吃不了，我这个酒店附近什么都没有，吃不了。今晚的新粉，谢谢关注，谢谢。你听得明啫？多大？会找多大的女朋友？什么？哪儿大呀？点不了外卖，附近什么都没有。明天咖啡买了吗？明天还好吧，也不是那么累。明天的工作量不算大，明天就是配个音而已。听到什么呀？哪儿？年纪啊，哪里都大，头大，行不行？是住的地方，不是，不是，这不是住的地方。这是，不是住的地方，哎，不是住的，这房间不是用来住的，用来看的。播完就出去，出门，睡路上，是不是贼乱？对，我心里可乱了，因为没有时间收拾。是大街啊，对呀，这房间不就是用来看的吗？谁住房间啊？就是谁住房间？那玩意儿谁住啊？出门睡大街多舒服呀！反正我身体不好，没有人贩子拐我，又安全。新剧有啊，拍完了，拍完，但是还没上。什么口音？我什么口音都有，我很杂，我口音。因为剧组里面会遇到各种口音的人，各哪儿的人都有。我又特别喜欢学别人说话。什么横屏？会有横屏？哎，会有吧？以后会有吧？貌似，可能。我没有口音，对，我没有口音，或许会有横屏，对，或许。东北读大学吗？是的。漏什么漏啊？别漏啊！没漏，没漏，谁漏了呀？什么玩意儿漏了呀？有保镖吗？干嘛？谁要打我？我欠人钱了，没还啊？拿保镖干嘛？我没得罪人。太像巧克力了，是吗？谢谢，谢谢往事随风。去演个傻子，很形象，不用演。但你叫我瘦一点儿，说起风起云涌，满足你一下。怎么二次元来的？风起云涌怎么了？吃宵夜吗？没宵夜，说了没宵夜。教你们一句好中意你啊！啊，我好中意你啊！
断案如神的剧啊，不行，那词太多了，记不住。美颜关了吗？美颜开了100集。替我吃个夜宵，我谢谢你。你替我上个厕所吧。拍个动作片，只用打不用声，什么意思啊？美人豆呢？都多久了？10多天了还不消美人豆？再不消，那它不是豆了，是瘤了。什么时候回珠海？我家不在珠海，不回珠海啊。在家，在酒店呢，在剧组的酒店。现在刚杀青，然后可能后天回家，明天、明后天回家吧。明天要那个配音，配完音可能就后天回家。点解仲唔瞓？唔俾啊？唔想瞓咯？唔中意瞓觉？瞓觉好烦嘅，瞓觉唔想瞓啊！一天拍戏几个小时，10多小时吧。现在在哪儿？现在在汨罗，湖南汨罗。拨通宵那不行，可以不睡觉，都不会拨通宵。打一把，打不了。还打王者，打不了。累死累活的，还打游戏打不了。谢谢 Kitty，Ki 又急。在拍土匪皇后吗？上辈子拍的戏了，都是土匪皇后，这是还没上而已。打什么游戏啊？我会那个荒野大镖客有玩，就是我回家的时候可能会玩那个 PS5 那个用 PS5 那个玩的那个，就手柄嘛。美颜拉爆了，美颜不能再拉了，拉不了了。抖音不允许再拉了，拉爆了。那边冷吗？还今天还好，今天挺热的。和父母住吗？跟我爸住。看我后面大拖鞋。你有什么癖好吗？看我大拖鞋，不，那个是酒店拖鞋，我没穿过，我怕有臭脚。我穿的都是一次性那个。谢谢兔小七，谢谢。邢公园深圳的，是的。晚餐是什么？我们今天晚餐我点了外卖，嗦了个粉儿。我2点下播还有3分钟。直播不用关，我等会洗澡呢。说的那种圆粉分家某情头，分家某名哦。谢谢萨库拉。洗澡也播不了，号没了。等会儿都这么熟了，你跟你朋友一起洗澡都就是一起洗澡吗？就你跟那很熟的朋友一起洗澡的，就熟人嘛，别那么见外，一起洗。东北洗浴文化，我是广东的，不行，我比较内敛。东北是这样，但是我是广东的。为什么见我很眼熟？
可能街上遇到过吧，也一骑行，你广东的也骑行，你这么大方，那你洗澡的时候会直播吗？你先打个样吧，我学学。看看能咋的，不咋的，看看不咋的，画唇线了吗？没有啊。怎么会没黑眼圈？有啊，怎么没有黑眼圈？都掉地上了，还没有。东北话都出来了，对啊。2:30，2:30，我明天要早起，虽然不是那么早，但是也早，八九点吧，然后等会儿还得洗澡。来西安了吗？那不是西安，我现在在汨罗。看看侧眼，都是对白。好了，我要下播了，要去洗澡了，你们早点休息啊，晚安。2:00，你们也是早点休息，也要弄过头都是坏的，头都是换的，弄过什么都弄过。 OK， 好了，拜拜了，晚安啊，晚安，拜拜。